起来探索，肉品与蔬果丰富我们的生活，种类好多都应有尽有，想吃什么可以动手做，干了或小心别出错，把食材煮熟，处处教导要听懂，创意最终就能摸出手。我最喜欢吃可乐鸡翅，因为它里面有我最喜欢喝的可乐。最爱吃的是炒茄子，西红柿炒鸡蛋和米饭。我最爱吃的当然是咖喱了，圆白菜。我最爱吃西兰花。我喜欢吃爸爸做的绍兴炒鸡蛋，姥姥做的炸酱面，鸡翅、青椒、凉拌黄瓜。我最爱吃妈妈做的红烧排骨。好多我们是小小出生身负重任，吃的健康不是梦，去了解食材是什么。妈妈明天开始做菜交给我。